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这么国家级的国乐演奏，特别邀请到苏俊奇老师及乐集的团队为我们来演奏。刚刚的暖场棒不棒？太棒了哈！因为本会黄朝顺荣誉会长的夫人涂师姐的引荐，苏老师特邀带领团队来热情的演出，请涂师姐站起来跟我们挥挥手。好，非常的感恩哈，真的是哈，我们非常的有荣幸。苏老师呢，我大概介绍一下，他是就读于嘉农畜牧科时，在音乐里面就找到了生命的精彩，在战车连长退伍以后，致力于音乐教育与演奏上，并将所学的专长投注在弱势的小孩，还有到处到监狱去跟受刑人来结好缘，尽自己微薄的力量，让周边的人因为自己的音乐，能在生活中多了一点美好彩色的人生。这个从小都让爸爸非常头痛的小孩，然后呢，被马总统表扬为教化有功人士，证实了学音乐的小孩子都不会变坏，也只有坚持一定的学习，坚持努力一直学习，一定会有所成就。就像我们的生物能气功，希望能够分享散播出去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一大家刚刚坐来做会来练功，好不好？好。感谢大家。我们现在第一个活动仍旧是请苏老师为我们带领国乐的演奏。第一首曲目是第一个曲目是《孔雀翩翩》。